看感觉吧。哎，看感觉真的是一种很虚伪的说法。哎，你们男团是受过训练吗？每一个人有啊，每个人都这么回答，每个人都说啊，看感觉了，看感觉了。然后我会偷偷的再去了解他的联系方式啊，或者你尾随啊你？啊不，然后他们说跟八个帅哥一起工作六七个小时，我说啊，需要我付多少钱？